一语同路人。今次的内容是一年一度的时工筹款特辑，我们的制作继续坚守住就是寻找他乡的见证，但是最终其实是靠上帝的恩典和祝福。你信了耶稣，那个心情在那个内心那里，那个欢乐你才是有用的。来采访在英国的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是有血有肉有泪有笑的一班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。因为看到你们的见证的光碟呢，是对信仰是发生兴趣的。腿都没的人还可以去表演舞蹈吗？我觉得这都是神的恩典。神是你去供应，究竟你想哪一位的嘉宾能够分享到他自己的心路历程。我在瑞士好远打来的，那我呢就看了恩语之声的网上电视节目。我们福音工作继续需要你的支持。